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如果 S 台拖拉机每天工作呢 X 小时 ，X 天以后可以耕地 X 收公亩了。那么他问说 ，Y 台拖拉机一天工作 Y 小时 ，Y 天可以耕地几小，耕地多少公亩？好，那我们先算说呢，这个拖拉机哈，每台一小时可以耕作几公亩？哦，全部是 x 公亩嘛？那这么多公亩的话，那个需要 s 台嘛？啊，除以 x， 啊，需要呢几小时呢？一天工作一小时嘛 ，s 天嘛，所以是 s 平方嘛。好，哦，这个是一台拖拉机一小时能够工作的这个耕地啊。好，这个等于啥？等于是他工作的速度嘛。啊，他说 Y 台，那一天工作 Y 小时 ，Y 天可以耕多少？那现在 Y 台嘛，乘以 Y。好，那 Y 台的话呢，工作几小时呢？工作了 Y 平方了，因为是一天 Y 小时 ，Y 天嘛，就 Y 平方了。那这个就是 Y 台。工作这么多小时能够耕地的面积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s 平方分之 y 三次方，所以这个答案应该要选 B。